在去年底大方热爱妻子凯蒂，随后在今年步入礼堂，喜得一子，一家三口生活幸福美满。日前宋仲基独自现身机场，回韩国宣传电影，未见妻小的身影略显孤单。没想到近日韩网论坛上讨论着宋仲基和妻子在妹妹婚礼上被拍到，释出许多夫妻合照，相当甜蜜。宋仲基与爱妻凯蒂在亲妹妹的婚礼上惊喜合体被捕捉，只见宋仲基身穿笔挺黑西装，凯蒂则是一身千鸟格纹套装，相当优雅。从网友们释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，宋仲基在面对老婆时眼神都相当深情，时不时搂着腰，完全看得出来感情相当密不可分，让许多网友们纷纷表示被虐惨啦。